这么想的，所以他才在那个桥头的位置。嗯。哦，这里 JYP 跟 WCG 是碰上了。也匆匆，这完全就是误入敌人包围网，这直接透透的了呀。是的。另外一边 KRG 也是有一个人是被菠菜是被永远收掉收下分数，还有一个以鼻打过来。嗯，刚才就已经在打了，牛黑比这波是追着 WCG 在猛追。是的。两个最北面的队伍。其实他们都是机器望于圈是回切的啊，就在门外继续倒，三打二，还有一个半血，先补人。这个位置其实也很致命。是的，他左右都可以有人。哦，他爬到那个厕所上面去了，很骚。这个位置还能进二楼，有的操作啊，崔七到这里，林叔只能远点加强，那近点就崔七自己玩喽。对，李构看到打一个冲进去打了一个小五弟弟。崔乔半血，杜九跟过来，哎呀，这个跟枪跟得太慢了。他考虑到是残血，所以他冲了。跟枪跟得太慢了，就是可以第一时间小五弟弟被放倒，他背后就没有人去跟。是的，这里的配合又是十七的老大难问题，就是局部配合，十七的局部配合一直是老大难问题。然后是 HQ 跟 CTG 打贴脸，然后结束了。嗯、这个。跟上一把 HQ 团灭 CTG 的速度差不多快。是的，小鬼也是被打残，近点的话，嗯，小北在马路对面，哦，小鬼这里打赢了，但小鬼血量好像有点低，嗯，蓝圈要来了，二圈的话应该来得及打药。是林树放弃了去打正面对抗 ，GFY 正在过桥，前面十七走了，其实走的话 GFY 就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十七不会在这个地方硬堵，他已经没什么人了，天路这里是又踩了个雷。是的，天路这个刚才我看萨萨是直接跑过来的，我感觉嗯躲雷打药的。啊，你干嘛？大叔老师啊，这边真的给他阴到了，只是他没有血量补人了而已。不是你在车上，你肯定没得搞啊，对不对？是的啊，冲进来，四个大汉冲进厕所，把这个点拔了，这就刚才这位老师说的阶段四可能的中心点。是的，观望啊，急得过。撞到一线天，一线天靠北部的这个位置，目前 4M 是全员贴近，落地倒一个没关系，防区内可以扶，车还是要注意保一下，有可能在厕所跟这个地方联动，然后还要在防区外面架车阵防以逼子打。好，这侧面，把妹妹拿到这个击倒，电塔这位置一线天可以直接拉出来打。是的，哎，这边 XLG 已经无了，没了，无了。全部都冲防失败、因为他们其实选了一个强侧，因为左侧的密度其实比右侧要少一点、小北倒了、有机会还能再扶新贴近点，他知道这里有倒人，但是下路和 落地的时候没想到人家有人补枪，李白已经在旁边等好了。骄阳是怎么一枪一枪把那个厕所给修死的？哎，关键是而且要扎到 4M 的怀里面，这个位置刚才 4M 就是认为是一个盲扎点，他也认为是一个盲扎点。是路上扫一半血，全是一半血、果然还是拿下，还有 CT 技能还要打，哇，上面是大残，是 GFI 落地全是半血啊，门口等好了，瞬间是补一个倒一个，还有一个在路上，就龙龙全被闪，左右都有人翻进来，刚好打了一个被闪的 Summer 啊 4M 最后拿下胜利。是的是的是的，其实刚那个闪光弹应该还蛮重要的，先扶告的 V。 嗯，哎，近点多吸引注意力，赶紧车过来，这啥意思？三过 4M 而不入啊？这啥意思啊？我都没懂了。就是我跟你讲，这个肯定是就指挥意见有问题，队里面出现了不同的声音，就会这个样子。那远点全倒，他外面的人全倒，就只有近点贴的了。刚好没炸到，他这要炸到直接就倒了。是的，队友又帮他架枪，再来一个雷还是没炸到。在里面。伯良被明明放倒啊，这波架枪的质量上面还是明 flying 还是真的是很灵活，是的，又给他玩起来了，哎，但是这个雷终于是把伯良给炸倒了，伯良是二倒，继续混烟，他还一个火的 flying， 反正撤是撤不了了，拉出来，哎呦，差一枪，差一枪，差一枪，真差一枪，
就 OK 打，这个确实是个人能力上被 New Happy 给爆了。哦呦，这血量上也是绝对压制啊！你感觉就是人盯人，但是你每一波都没打过，对吧？对，确实 New Happy 的个人效率，这波真的是打个人效率就是碾压了，是直接冲下来。嗯，朱平安可能干嘛呢？对，这个时候打防御战千万别当架子，当架子真的就打不了。而且 New Happy 这个时候也动了，来了啊 ，OK OK，、嗯、这波就突破得很漂亮。嗯嗯，有这个能力的千万别当架子。是的，外面不好待，外面有 New Happy 的枪线，小心一点。哎，这个过点，哇，这房子差一点。嗯，东东拳好像是二刀，主要是 New Happy 来车了。没事，多拿点分也可以，因为现在对 Boyam 来讲他手感还不错。OK， 打一个，打一个，还在 pick， 车马贴脸了，子弹应该不够用了。啊，角度不太好，差点路拉出来还有机会。品言被撞倒了。是的，还有机会，近点还能操作。哎，你这个是烧队友，不是？这不是我，他为总为了延伸墙边的火啊。嗯嗯，一人扶一个。你扔那个窗口，你别扔这个有栏杆的呀，对不对？是，回去把职场抄写一百遍啊。好，另外一边 ，Pero 已经用雷。把这个 FCI 炸了，只剩一个了，应该是。是的，只剩下许生好像。嗯。没事，僵持一会儿啊，寻找得分的机会也 OK。这里主要是牛海宇都扶起来了，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。是的，现在我觉得机会不太大了，小鹿已经被解决掉了，被淘汰了。嗯。啊！他真的想劝架。他出来做事。这个锅点干嘛？他出来做事了。只能说出来的也有点晚了。嗯，主要是牛海比现在是满编，对吧？骄阳也出来了，大家一起做事。哎，扶肯定是扶不了了，啊、这倒的位置，这扶什么呀？哎呀呀，这波主要还天龙还是少于这个死于人少。是的，因为他刚才不是萨达一分。是 CG 这个位置好像就有点。CG 只要往前动一步，他就进圈了。但是现在就是说，牛海比已经想好了，我今天换死你。对啊。他现在比是 VIP 不能在这个位置站。好，开车直接 ra 换神啊！小左也出来拉雷了。是的，换神打一个，他这个雷是炸的，是换神。完了，哎呀，换神这气呀！我帮你打人，你还炸我。小左说：“我都要。”是的，其实 Pero 这波的话，就是左边、右边都可以打的。小孩子才做抉择，我全要。反正人员编制都是有削弱的呀，泡泡这里就剩半血了，再来一颗雷或者啥玩意儿的，这不就？CDG 就被灭了呀，独狼泡泡，哎呀，直接被干倒。但这样的话 ，New Happy 又多混了一分排名分，他尽力了 ，New Happy。是的，现在 Pero 要进入收割了，不太可能了，倒一个，只有周品言了。是的，四打一，周品言把明明给补了，反正都吃不了鸡了吧，然后就。